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Jack。今天我们穿越了千山万水，我们到了 Newcastle， 过来这边钓大鱼了。听说最近开始有大鱼，希望今天能钓到大鱼吧。每年二三月份呢，都是悉尼这边大鱼比较活跃的季节。前天晚上听到有人说在纽卡索那边钓到带鱼，我第二天带着小孩就马上出发了，啥也没做研究，就急急忙忙的去伊索那些买了水下灯啊、钢丝线啊、夜光灯什么的就出发了，结果呢，当然就是碰壁啦。然后现在我们煮一下，这是我自己煮的，我不是特别懂，但我随便试一下，大概原理还是一样的。然后就是免挡结，然后挡豆之后呢，接个我这个是2.5号的那个阿波，然后它有个洞，它这个是放那个荧光灯的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接一个挡豆，然后再接一个二的那个铅，下面接的话，接一个闪亮的这个水下灯，然后水下灯8米左右，我们接那个 scores， 一般他们接11个，我接3个，这是我听一个人讲的，就稍微试一下吧。好，我先过去那边试一下啊，谢谢。没有啊，哎，有中了，居然给我中了，退了，耶，退了 ，Mark the fish， 不知道，先试一试吧，反正我是你们中鱼了，我再换，好，我们还没在主钓组吧。耶、yeah, ，第一条鱼好惨啊，它已经流血了，希望它不会有事吧。Big fish. Oh, Mark got one. Hey. Mister. 新的鸡竿了。对，就那个新鸡竿，他应该中了一个 Taylor。放水桶。哦，是。他挂了。你个仔 stuck 咗喺边度？你唔好钓啦，我攞翻我嘢出嚟得啦，攞翻个阿波出嚟，我就已经偷笑啦。要钓都钓沉底啦，而家咁样睇唔到，唔好钓。我靠！我要沉底了。不行啊，一定要看着那个钓组才行。啥？哇！大货，下去。喂，小心！小心啊！哇，大货！我操！没搬来啊！我操！拿个小杆子！是不是？他们说这边河鳗很大，有可能是鳗鱼。啊？脱了？哦。哎，很大哎、欸，吃了一半啊，好的力气，直接拖了一半走，没有，我钩没了，哦，它咬到那个线了，它把线给咬断了，那可能是那个鳗鱼河鳗，
它有那么大吗？没有，和海鳗他们说手臂那么大，一米多。可惜了，可惜了。那这个应该是估计是鳗鱼，它牙齿很利，直接把你那个线都咬断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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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, Mark, go! Whoa, giant yellowtail! 这人当博尔吗？这么大博尔你也敢？直接看你了！再来一条！你看你城里能不能给他搞了？我把它放到袋子里面。放侧面，袋子侧面，放里面。这大鱼？真的？哎呦！哎呦 ，What the fuck！ 就没个正常货吗？卖鱼？什么巨跳巨巨漏跳，好不好？下去一会儿又浮上来。我靠！你看多肥啊！26、27、28啊！当博尔太大了呀，大哥！凑合着用，凑合着用哈。线在走了、啊，我说你这线不是在变直吗？还是你收直的？哎，动了动了！要来了要来了，看是啥鱼，这次搞上来。中中中中！累了累了累了！哇，大大大大！这是啥鱼呢？没有刚才的大感觉。别断就行，拿上搞上来看一下。小多了，小多了，小多了，小多了。搞上来，搞上来。别是鳗鱼就行，那明显小多了，但也很沉啊。不像那石，刚才那跟那头两条跟那石头一样，那条更大。看你背影，小心啊，小心啊，别摔了啊！啥？我带鱼吗？带鱼，带鱼，带鱼，带鱼！我操！真是带鱼！我要不是带鱼，鳗鱼。鳗鱼，我操！大鳗鱼，大型的鳗鱼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很大。我。这个拿来做日式照烧鳗鱼饭。哇哇！旋转，旋转，旋转！别杆子断了。你。我操！我操！巨鳗。行，绳子帮你提一下。拿不到。会有人的，对，你这手上来能杀吗？直接。我操！能赚得了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我的妈！这里肚子很大。我操！哦，刚才估计就是这个吧。估计是不是把线给崩断了？牛逼啊！哇，这个得有一米多啊！磨掉了吧，估计是。他已经没有体力了吧？他能有啥体力？这回我上了100磅线，他刚才还给我崩了断。这怎么弄啊？要不要？不知道。放心吧，这不是好东西啊。这玩意儿好吃吗？高吃这个的高手在这里啊！我上次炭烧对啊，都糊了，自爆了。好不好吃吗？我应该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弄了弄了，搞了搞了，哇，直接垃圾啊，哇，被它咬住了就不得了。我看一下，我去，小心，我蹦到头了。我操，有刀没有啊？哎，对对，踩一下，没有刀，哎呦，小心小心手，
你没有固定住它的头，你我操，它会叫，我去，没有没有，哎，快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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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的操，小心啊，那个牙咬一口了不得，对啊，小心啊，可以可以，如果你摘不开，你先把它扔边了，把那五叉先扔边了，让它晾半个小时，这个咬一口，你那个我只想知道它好不好吃，我刚也上过这么大，这不对。Big one, big one. 慢走。哦，要多少条？没了。还在了？啊，断了吗？还在，还在吧？没有力气了，没有力。还在吗？No. It got off. That's a bait. That's the bait. What? 我也中了。又 yellow tail. 哦，不是 ，brim. 一个 red brim, yeah, yeah, lots of them here. 啊，那好，恭喜第一条。对对对对。大师，大师，几米呀？啊，五米，追中了，今天的第一条。哦，这个鱼很华丽嘛。对，钓五米深呢。哎，这你说叫老张刚走他就来鱼，气氛一亮。哎。哦，不是不是，我以为我有了，我都沉下去了。好了，今天千里迢迢过来这边纽卡索钓大鱼之旅又失败了，这次是我第四次尝试钓大鱼了吧？今天的话左右两边都有中几条，就我们这边我是新手，其实不会钓。哎，又失败了，只能下次再过来复仇吧。好，今天先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吧。我线比较直了，现在已经。你已经直了是吧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他是给你带走了现在。啊，但我不知道什么。喂喂，有在怼了，咬了啊！喂，那别瞪他，别瞪他，他瞪你的时候再瞪他啊！啊，他已经在刀你的时候，你不要管他。中了，好了，中了，中了，还不吃，真牛逼！哎，哎呀，中了中了，哇，大货大货！可以可以，好，终于中了，好，对。好大，不错不错，这一条真的是足足有差不多十分钟，对，真的有。